救护队，救护队，救护队，进来！救护队，过来呀！第二个，第二个。有两个，那边。今次我查证了，这是一宗重火杀人案。那据我们警方深入了解以后，这个死者姓李，那18年次，他的太太姓韩。 那是52年次，那经调阅现场监视器以后，发现其太太设有中邪，然后那个监视器画面所呈现的是他太太一跛一跛，然后光着脚丫匆然离开现场，经循循善诱，那韩宇坦诚犯案，其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先生长久以来就有这个感情不睦的问题。 那在昨天就有一些争吵，凌晨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跟警方讲说他不要这个新生了。那他的作案的手法是以他一个打火机，然后以其该住家的这个废纸点燃。